今日是正月初一，新祝福乡亲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另外，正月初一各大宫庙拢会来举办着抽头香，拄好即卖已经顺利解封，包括着台中的晋南宫、彰化南苗宫、嘉义奉天宫、云林的复兴宫，也有台南树顶大天后宫，拢恢复举办。信众来抽头香，就是五万有一个好彩头。主持一到庙门一开，信众全力向前来抢头香。正月初一，台中大家顶南宫是咱两年搁再一次举办抢头香的活动，前三名拢会使得到一尊金妈祖。今年头香的得主孔先生已经是第三届抢第一。这个是第三尊头香啊，我家总共有四尊啊，一尊二香了。疫情的关系，两年无插香啊，哦，所以讲今年插香哦，哦，这些老面熟真厉害。新区区一边趟过庙门，嘉义新港奉天宫同款是恢复中等两年的抽头香。本身是嘉义市消防特搜队员的尤先生是抽到头香，得到一座飞鸭的作品，伊也希望队员拢会使平平安安。就是我们常常会参加搜救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年可以在兔年平安喜乐。抽头香抽了吼，这疫情会当安平安，会当安顺利。鸣枪一声，大家是打出卡步。彰化南苗宫是举办迎头香路跑，分作男女两组，出前三名，也够做奖状，会使得到2000至8888元不等的奖金。卡步真大的危险，却加了创意甲趣味。我是体育生，然后有在做训，平常在做训练。路跑迎头香，人人都拜头香啊，不会有这个冲撞。也不会有任何危险跌倒。另外，包括台南四点大天后宫、新软桥卡这个插头香、云林西里复兴宫的抢头香，收十万人来热烈参与。正月初一宫庙迎新年，会使讲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